各位同学，今天要开始上课哈，好，大家请安静哈。好，各位同学请安静哈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。午安。真欢喜。今日阁看到遐侪人来参加，尤其是少年嘞。我来定来讲安尼讲，啊，我本身是老伙仔讲啊 ，LKK 啊嘞，哦，啊，我来讲啊，看到遐侪少年嘞，因为少年嘞啊，要来斗三工啊。咱的台湾民政府以后要做的，因的时间较久啦。啊，因啊足清楚，来上课了后，伊就具备咱公务人员的资格。足长的时间，要行，要替咱人民。啊，奉献！咱爱会记哩，咱来阁看咱的主张，予大家阁了解一下，是安怎？咱上课的时，开幕式的时啊，拢会去讲到这个主张，这个主张就是。要予大家真清楚，咱来遮啊，拢是根据这个啊，咱的啊主张甲咱的立场。大家若无清楚，受训了后，啊，有的违背到咱的主张，安尼就唔好啊。所以，我伫这个时阵要阁甲提出，大家阁了解一下。因为安怎？最近我去参加高雄州的啊政治局、事务局啊，甲地方啊的扩大会议，啊甲。台南，啊，甲台中，有诶，中心走来甲问，啊，所以讲，我甲讲，啊，你着过去办啊，通过啊，啊，你搁电走过啊，啊，你拢无清楚，所以我伫遮特别要搁大家讲，咱一定爱了解讲，咱诶。啊，主张是啥物？这吼，咱的主张依照啥物国际法，啊，甲台湾国际地位，啊，咱要啊，日本天皇有这个台湾的所有权，美国啊有这个占领权，啊，美国这啊总统有责任依照国际公法，甲来实现咱台湾正常化。这两天。美国国务院阁安怎讲？伊讲对台湾啊的支持无改变。哎，这我要予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是安怎？李登辉要会审，有这个代志啊无啊？美国也讲安怎？讲不可以去想这个问题啊？是安怎？美国讲不可以？你若甲台湾会审落去，台湾就独立吧？
啊，你的土地唔是你的，咱家都讲得足清楚，哦，啊，这个日本天皇有台湾所有权，啊，都唔是你的，你要去会审，所以，甲尾李登辉才讲安怎，动神呐、啊。现在也有台湾省政府啊，甲咨议会等于省政府的啊，迄、那个议员呐、啊。大家上网去看看台湾省政府，看有啊无啊，迄、那个咨议会有啊无啊，这都事实啦。搁进一步去想落，阿扁啊。伊若要独立呢？迄讲台湾共和国写申请书去联合国，寄去联合国安怎？甲退惊啦，拢无甲开，啥都甲退惊。阿扁话要啥？讲要公道啊，有啊无啊？美国也讲安怎讲？讲。别杀你啦！你是麻烦制造者，这大家唔知知无？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，第一届伊选到的时啊，足风光，伊去美国足风快加欢迎的，对无？伊到尾来讲的申请联合国要公道，美国啊！都无欢迎啊！你是麻烦制造者，啊，阮这台湾就是阮吃的，啊，你买什么啊？啊，这土地也不是你的，啊，你要讲什么道？恁台湾内底搁两种人，啊，那两种人大家知影嘛吼？内底有两种人嘛？第一就是啊，咱本土台人啊，一个就是流亡政府遐大怪遐个人啦、啊，所以这足清楚。咱来上这个课，咱家己拢爱知，所以我这个甲大家复习一遍啦、啊，让大家搁较清楚。吼、哦，要去甲人讲。讲这两个例，互人听就好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这就讲啊足清楚。过来讲，咱主张是啊，这个要做遵守国际法、万国国法、国际政权法、甲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哎、欸，民进党一个大老粗，嘿，姚嘉文讲的，我伫遮讲。我是咧甲全世界本土台湾人讲，姚嘉文伫教会甲咱讲，咱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。我要请问姚嘉文，跟台湾民政府、跟